影视飓风与影视工业网的 NAB 联合报道，由以下厂商赞助播出：爱图仕、Blackmagic Design、富威德、印记、森海塞尔以及智云科技。那么这里你们看到的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系统，这是来自于 Preston System 的这个跟焦系统。他们这个系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跟焦器，而是具有深度探测、自动跟焦的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系统。它能让电影镜头拥有无与伦比的跟焦能力。他们使用了红外线，就是直接将红外线投到前面的物体上来探测深度信息，然后通过这个深度信息再迅速传导到跟焦器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实现无比精准的跟焦，这是他们这个整个系统的工作原理。那么他们也有这个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你可以很有效地探测出每个区域的这个距离，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手动的跟焦来精准地实现合焦。那么可能各位觉得要这么快的对焦有什么用，但是你要知道，假如说你的镜头焦段是在85毫米那么光圈是在 f1.2 或者更低，这样的话你会预见的情况就是在手动跟焦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可能实现完美的跟焦，哪怕是很有经验的跟焦员也很难实现良好的跟焦。这就是这套系统发挥出它的光芒的时候。所以这套系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只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价格实在是非常感人。这一套系统需要花上37000美金，也就是300000左右人民币。所以说至少我们还是距离这个系统变成民用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能够看到这种前沿的科技已经出现，我是觉得是令人感到非常兴奋的一件东西。